等一下，我问你，小弟弟，你不要一直在吃辣呀，这么多。是啊，我问你，他那个剑是怎么弄出来的？刚才你说在橄榄台，现在呢？那个是假的，这是魔术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看这桌子可以飞吗？好不好？来看小弟，你觉得这个桌子可以飞吗？可以飞吗？不可以啊！你们看一下哈，一二三，哎呦，一二三，来，我不让这桌子飞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不容易飞哈、哦！你看重不哈？啊，是太重了吧？可以飞吗？看一下造型，看有没有东西。我只看到桌子的那个板面而已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看着。给我们用正念的正式回来，一二三，三，掌声鼓励给他，一二三，飞，飞，奇怪，怎么飞？放手。咦，他怎么飞啊？奇怪，小弟弟为什么会飞？不聪明。魔术虽然是假的，可是变魔术的人是真的很厉害啊！他有障眼法。是。我们再感谢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？谢，没事啊哈。你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赵景老师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小慧知道吗？不是藤条啊，这是马鞭啊。所以要戏曲人在台上拿这个，就是这样子就上马了啊。上马这样子呢，就是骑马了。对。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是马鞭，好不好？祝大家一马当先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成功。谢谢。啊，走了。刚才哦，我看到那个女士哦，全身发抖了，不要插到我的胸哦。其实真的，其实你放心哦，变魔术是一种障眼法，不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想象力，他们的想象力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，配合灯光，配合他的玻璃，会造成另外一个你预想不到的奇异的风光。这就是魔术师，在他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办不到的。好，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。